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说有一个女婿到丈母娘家去吃饭，一家人有说有笑，气氛非常的融洽。突然，女婿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收到了一条短讯。妻子问：“是谁呀？”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叫小贝，立刻放下了碗筷，噔噔噔噔跑过去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于是大家都鼓励她的女儿：“小贝，去念一下，看看你认不认得这些字。”小贝拿着父亲的手机看了一会儿，磕磕巴巴地念道：“亲爱的。这三个字就像定身法一样，一下子把房间所有的人全部定住了。岳父岳母的笑容消失了，他们的筷子停在了半空当中，表情严肃地看着他女儿小贝，等着他念下文。这个时候就看见他的妻子狠狠地用眼睛瞪着他的老公。女婿心里一阵发虚啊，一刹那他脑子马上闪出了所有很有可能发这条短讯的人，有可能是单位的小卢，他早就看出来他对他有意思，还有可能是前女友，因为前段时间他在马路上上街的时候碰到他，他的前女友还是用那种幽怨的眼神看着他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他那些单位里的死党的恶作剧。但不管是谁，这个短讯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是多么的不合适，刚才其乐融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。女婿站起来说：“小贝，把手机给我。”他妻子把筷子往桌子上重重的一放，说：“不行，小贝，继续念。”女婿的心砰通砰通砰通的跳。小贝不急不慢的语调快把人急死了：“亲爱的，快念呀！”亲爱的，他清清嗓子，又喘了一口气，咽了一口吐沫，念道：“亲爱的移动用户，你的余额不足。”顿时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。岳父笑呵呵地说：“来来来，吃饭吃饭，大家吃饭啊，吃饭。”